性无化指标的中国城已经闲置十几年，变成名副其实的文字馆。市长赖清德宣布，明年将以爆破的方式拆除中国城，变成大型广场，给市民有更大的空间使用，更结合安平运河与安平港，让游客眺望安平夕阳的视线不受阻碍。变得很怨天尤人。为什么要像我这样站在台上？因为我是20世纪的神经病。20世纪，我是一个神经病。中下东路口、复兴南路口、东华南路、长安东路、八德路、基隆路、人民大道，耶，耶。你要不要和我一样做一个24年不合理的神经病？我是赖冠成，以前就读台南艺术大学影像记录研究所，而我在3年前决定开始拍摄纪录片《在记录所的日子》。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呢？这或许得从头开始说起。团体吧，团体运动，然后在一个绳子上面。那个目标都想要的东西都会一样，然后那种感觉比较好，就是应该就是这样子。我比较喜欢八卦，嗯。人家别人会顾及父母亲的感受，啊，你没有。先有心理准备。别人的父母亲也会顾及他孩子的感受啊，那么也顾及我的感受。对，木瓜有分公的母的。公母还是公母？对啊，哎，不男不女。对，然后不男不女是上来，看样子就知道这个比较优，不男不女。35年来这边工作，我36年在这边出生，在这边长大。嗯，哎，又在那边又跟他结婚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为什么要保留这个眷舍呢？就是一方面，因为这个是时代的产物啊。那以前跟以后可能也都没有这样子的情形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保留它？我们保留它就是希望以后就是有一个历史的痕迹在这个地方。每个月都客户在退报纸啊，每个月几乎都有退的啊，都要退个15份啊，你累积下来不得了哎。恒春是一个多族群的生活的所在吼，啊，有时阵乡村人唱的歌，像即摆咱要过来唱的《白布条》，较早叫做《咖喱啊弯条》。这个我们走这个舞团最大用就是，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舞团，告诉大家我们其实过得很好的模样。我们借由舞团来疗伤我们自己，我告诉你自己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，然后我们会一次比一次更成长、更长大这样。所以我们在这边谢谢大家。那个个好啊，个早，嘛得不能。那个男那个，把心不耐，把心个也个男个，啊，不那个也个阿爸。我迄阵我的名人，我是叫做郑德福，啊，人演过的人叫我阿木啦。啊，阮三伯甲讲，阿木，恁三姐嘛，恁三姆嘛叫最老的啊。
我就太靠。二姐生病那一年，我拍了很多照片，病房里、病房外的，状况好、状况不好的，那像是要抓住不停在流逝的每一刻。但我一直记得的，却是一张没有拍的照片。干嘛会动吗？那你在那里照什么？他制造假的纪录片，大家我们在制造假的纪录片吗？你卖肥。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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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你算上有机的啊？我自来这个上家岗开店吼，到现在将近50年的时间。